尊敬的丹斯里贤康里，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诸位同学，晚上好。今晚呢，我们继续谈谈佛法的学习啊，四摄四习是大小乘教里面戒引众生的原则，是世尊真实的教诲。佛法传到现代，由于受这个科学技术信息发达的影响，年轻人偏重在科学的信仰，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这个宗教是逐渐的远离了。我们要看到这个一般社会问题啊，社会的动荡不安，很少人能够想到这种动荡不安与灾难的频率的提升，与圣贤教育、宗教教育有密切的关联。啊，有这种认知的人呢，不多。而真正的因素确实如此，啊，这是我们宗教徒不能不知道的。宗教徒有责任、有使命，向社会大众宣扬神圣的教诲，因为这是所有一切的动乱的第一个因素，就如同大夫治病一样，啊，总得把病根、病源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这才是解决的方法。那么我们怎样与大众相处呢？啊，这个相处不但是对不信仰宗教的人相处，对不同宗教的那些人士们的相处，啊，固然很重要，可是最重要的，佛告诉我，还是对自己家人的相处啊。为什么呢？你家要不和，你其他的再好的方式都收不到效果啊。所以是家和万事兴啊。啊，这两天
蔡礼旭老师给大家讲这个专题啊，我相信啊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佛教导我们要度化众生，一定啊要自己先度啊，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这没这个道理啊。所以学佛先要自己成就，才能够教人。那么在中国的儒也不例外啊，儒家讲的啊，他这个一套体系非常之好啊，从各屋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然后才能够治国，才能够啊平天下啊，平天下现在所说的世界和谐啊，他才能做得到啊。那么由此可知，家是儒跟佛最重视啊，家不和，其他的就无法谈下去了。那么佛教我们齐家是用六合敬啊，这个教诲佛说得很清楚，世界上只要有一两个僧团出现，活活僧团就能够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拥护啊！不单你家庭里面平安啊，连带这一个地区啊，都能得到风调雨顺、国泰由此我们知道六合敬的学习非常重要。佛法里面讲的身是一个普通的名词，意思非常广泛，并不一定指出家人啊，它是指团体，修学佛法的团体四个人以上，那就是一个僧团啊。四个人以上依照佛陀教诲去学习，这个团体就叫僧团啊。所以出家人学习是出家人的僧团，在家人学习是在家人的僧团啊。所以僧不一定指出家人啊，这是我们呢必须要知道的。只有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的，这决定是出家人啊，这个不是在家人啊。这就是这些名相我们要分别的清楚。六合敬里面第一条，见佛同解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建立共识。一个寺院，四个啊，注重四个以上，依照戒律修行，这称之为僧团。但是，见和同解是基础啊。那到底这一条怎么样学法呢？佛陀高明啊，真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让我们不能不佩服啊。
佛并没有说你们的想法看法是错的，我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你们都要依我。佛没有这个说法你查遍大藏经没这个想法。那见惑同学怎么建立呢？佛说我们把所有一切看法想法通通放下，这不就大家一样了吗？这叫高明啊。如果有看法大家就不会一样，有想法呢大家也不会一样所以佛的方法是叫我们大家把想法看法通通放下。你看放下妄想这个了不起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妄想是什么？是起心动念。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才起心动念，这叫妄想，也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无明。一动念头就无明，就不明了。那就告诉你，不动念头啊，就放光啊。就明了啊。不动念头的时候，你的心啊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法相宗里面说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化身菩萨破一品无明，这一分化身呢就入这个境界了化身菩萨在华严这是大乘圆教初地菩萨破一品无明，这一分化身他脱离十法界了那么在什么地方学习呢？在华藏在极乐，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他们在这个地方不再是法界这一点呢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在佛法里面讲上上根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示现，我们要懂得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的示现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都是教给我们放下就是了这个见惑同解就做到了如果不能放下，见惑同解永远做不到你就说依照佛的经典，依照佛的经典，个人有个人解释法，解释不一样，这个之间还是不同。你说我们看经典的注解《金刚经》有500家注解，不一样《楞严经》有100多种注解，也不一样他这个之见怎么能够解得能够同呢所以放下就同了，那是真同了，那不是假同放下，放下是你自己自信先前了，所谓明心见性诸位要知道心性里面什么都没有六祖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出来心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一丝毫染着都没有。如果你有一个念头染着了，你有一个看法一个想法也染着了，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念头，没有想法，没有看法，
那是真舍智慧啊，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能大师也说过啊，他老人家第二句讲的，何其自性啊，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就是印度宗教所追求的大般涅槃。这大般涅槃不需要求啊，自己本来就是。第三句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本来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啊。德能我们今天讲的是德行才艺啊，德行才艺是圆满的，各个人都有平等的啊。相好就是今天讲的福报啊，福报也是平等啊，没有差别啊。第四句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啊，也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守楞严三昧啊，这通通有的，你从来没有动过嘛。最后一句很重要，能生万法啊，这宇宙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啊，万事万物从哪里，自信变现出来的，是心现识变啊，心现境界啊，识变变什么呢，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三途啊，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十法界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三途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好啊，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觉啊，觉没有念头是觉，有念头是迷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本来是觉悟的啊，佛说了一切众生本心本觉啊，中国圣人所说的啊，本心本善啊，所以本善本觉是我们本来有的啊。现在有没有呢，有，永远不会失掉啊，所以它是真的。如果要会失去的话，那就是假的，那就不是真的。所以不觉本无，不善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放下啊，当然可以舍弃，舍弃了之后我们本有的就现前。这是佛法讲到最究竟的境界啊，最圆满的境界，承认一切众生都是佛。三途地狱众生也是佛啊，是他因为造作不善业才招这种果报啊，这果报好不好呢，我看起来很好啊。为什么说很好呢，三途是消业障的，你造的那些业你没地方去消啊。三途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不是佛造的，
佛不会造这个事情，也不是天地造的，也不是阎罗王造的，这个我们都必须要理解，要认知，然后我们就肯放下，欢欢喜喜地放下，认真努力地学放下，放下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大乘教里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基督教是佛法，印度教是佛法，没有一个不是佛法。只要你放下，那放不下呢？那是哪一法是佛法呢？如果没有放下，没有一法是佛法，华严经也不是佛法，般若经也不是佛法，你没有放下吧？放下是佛门里面修行的秘诀，也是修行最高的指导纲领，方法放下的好处太多了，你说我们不说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把贪欲放下，不要完全放下，只能放下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就会过得很幸福很美满，古人所讲的知足常乐，你在日常工作当中，这个赚钱赚得不少啊，足够你的生活啊，比如说我过去遇到一个计程车的司机，开计程车，他也告诉我生活过得很苦，我说你一个月赚多少钱？赚得真不少，一个月的可以赚10000多块钱。我说你的生活开销呢？如果说是不必要的开销，通通免除，你的日子好不好过呢？他说那很好过。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呢？天天跟别人比赛，看到人家，衣食住行，都是很流行的，认为自己穿的也不合适了，住的房子也不合适了，要去换新房子，要去做赶上时髦的服装，那么那些服装设计师天天在动脑筋，天天在想花样，一两个月推出一个新的款项，以前那个不时髦了，那这个才是时髦。我说那是什么？那是魔王啊，天天在设计，让你的心永远不安，让你口袋的钱源源不断去供养他，所以你才不够用啊。是如果你能够想到我做的这件新衣服，你好好的去爱惜它，至少可以穿上10年。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李老师一套中山装穿40年，40年不要去买衣服，他过得很快乐啊。是他不要天天就为这个操心啊，是不需要换衣服啊。那里面的衬衫呢，
以前我们不知道，他过世之后我们才知道，看他的遗物，他的里面衬衫都是补丁的，他自己补的啊，袜子也是自己补的啊，在里面外面看不到，外面这件旧衣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所以他几十年呢从内到外不买衣服啊，你说他多自在多快乐。只要自己懂得节俭，懂得整齐干净，日子过得很舒服啊。工作一年，像李老师那样子工作一年，至少可以呀、休假五年，你说他多快乐。他五年不要去工作，他一年过去足够过五年的，这叫会过日子啊，这叫会享福啊。天天工作累死了，累到老死，什么也带不去，一样都带不去，这个是绝大的错误啊！所以我们能够把贪心放下啊，你会过得很自在啊。你能把嗔恚放下的，你就会过得很健康啊。为什么呢？我们晓得人的疾病，人的衰老啊，为什么会有疾病，为什么会衰老呢？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忧能使人老啊，你还忧虑很多，你老化很快啊。如果你没有忧虑，每一天生活在欢喜当中啊，像佛啊，长生欢喜心啊，永远生活在欢喜当中。孔老夫子，你看《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孔颜之乐，他们的生活快乐啊。实际上孔孟他们很清贫啊，不是富裕啊，但是他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他没有忧虑啊。我们从父子一次谈话当中能够理解啊，父子曾经说过，他说我一天不吃饭，一晚不睡觉，我在那里想啊，想来想去都没有真实的利益啊，没真实的，不如学也呀！啊，想什么都比不上学习呀！所以他老人家一生好学，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里头有快乐啊！我们就懂得孔子，他平常什么也不想啊。他把这个妄想放下啊，把这个杂念放下，天天亲近身心，学习身心啊，这是真的啊。他自己一生没有创作，没有发明啊，所以夫子说他了，述而不足啊，都是古圣先贤啊，学古圣先贤啊，读的是古圣先贤，传给后人的也是古圣先贤，没有发明，没有创作啊。为什么呢？心是定的啊，世间的好语啊，世间好的古圣先贤都说尽了，不必再去添枝化叶，只要循着古圣先贤教诲去做啊，决定是幸福美满。他明白了，他懂得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些，
教诲真实的意趣，那我们的心就定了，啊，定生慧呀，啊，这才能开智慧呀，啊，如果心里面还有所求，那就是你的分别执着还没放下。啊，有所求，你所求得的是知识。啊，阿赖耶识，这是没有离开阿赖耶识，是知识。如果你一无所求，心是清净的，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你六根对六尘境界生智慧呀，啊，那不是知识，那是智慧，啊，智慧跟知识不一样，智慧能解决问题，啊，无论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知识不行，啊，知识解决问题呀，是片面的，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啊，就知识跟智慧我们也要能辨别，啊，所谓智慧就是离分别执着，啊，放下分别执着是智慧，啊，学习再多没有放下分别执着那就是知识，啊，知识是佛法里面讲的所知障，啊，所以它不是圆满的，不是究竟的，啊，就是明白这些道理我们才能真正接受佛陀教我们放下，啊，老师教我们布施，布施就是放下，啊，这个布施啊，布施，四圣法的布施，啊，四圣法是有特殊对象，啊，所以这种布施啊，就真正真实的功夫啊，啊，放下了，你才能真正得究竟圆满，啊，那么一般人听到之后呢，都害怕，哎呀，这我一放下，放下我什么都没有了，那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呢，啊，都有这个忧虑，所以听的是很欢喜，啊，不敢做，啊，不敢尝试，啊，我们最初，啊，听老师教诲，啊，也有疑惑，啊，那老师，啊，就更进一步的教给我们，啊，他这个放下了，自自然然会把你自信里面，啊，智慧的能呢投入出来，那是真放下了，我们现在做不到啊，真放下了，啊，但是我们也学放下，学放下呢，老师告诉我，你没有把妄想分别真正放下，啊，你比如说贪嗔痴慢，啊，你能放下这些，放下是因，因必定感果，啊，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三种布施，感三种果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越是多施，你得的果报就越大，啊，那老师告诉我，
你得到的果报越多，你就越要布施。啊，你不要拥有，啊，不要拥有，啊，你就越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自自然然呢，与性德逐渐逐渐呢就相应了。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能够见性。啊，佛的方法呢，非常的巧妙。我们学习，啊，用这个方法学习，在这半个世纪，啊，学习真的有效。那与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对于经典当中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我们就深信不疑。为什么呢？通过实验，啊，食材真的这个财啊越来越多，啊，我们也学着越多越实。不要去攒积，啊，攒积是错误的，啊，法师确实烦恼轻，智慧长，啊，无为布施确实是得来的健康长寿啊，真有效啊。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小范围里面，人明白了之后都喜欢，啊，都愿意来尝试，啊，成功失败关键呢，在你有没有恒心，有没有毅力，有没有发现呢，我一生都只要这样做，那你就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圆满，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啊，可是在这个阶段呢，你所获得的，你所拥有的，啊，固然很美好，还要向上再提升一级，啊，为什么呢？六道是个麻烦事情，聪明的人应该脱离六道，啊，不再受六道的拘束了，这是聪明人，啊，那么要超越六道就要有智慧，啊，福做不到，啊，坛经里面能大师说得很好，此事，此事就是六道轮回的这桩事情，福不能救啊！啊，修福啊，就是修这三种，啊，财师、法师、无为师都做不到，啊，必须要更高的智慧，你才能做到，啊，那就是要真放下。放下对人、对事、对物种种之处，真放下了，啊，在佛法里面，你就证得正觉。啊，你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翻成中国话是无上正等正觉，你得到正觉的果位了。那我们明白了，执着障碍了正觉，分别障碍了正等正觉，妄想障碍了无上正等正觉，这搞清楚了，啊，去放下执着，阿罗汉；
放下分别就是菩萨，放下妄想就成佛了，本来是佛。要不断把自己向上提升，这才对呀！那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绝不终止在一个阶段，一定要达到究竟圆满啊！我们在修行在哪里呢？就在生活当中。那么记住敬业三福是总的指导纲领，指导原则首先要学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个是世出世间求学的根，你没有这个根不能成就。孝亲尊师首先要学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弟子规，为什么这样重视弟子规，道理在此地这个是佛家戒律的基础。我们今天戒律做不到，原因在哪里？没有下一层的基础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人天法的基础要从这个地方建立的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首先你要学着做人这三样东西是学做人的，没有这三样东西，那人跟禽兽没有差别，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人做好了你才能学佛。所以我们展开经典，诸位都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有标准的，不是我一皈依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不是的，有标准，就是说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你通通做到了，这才是善男子善女人由善男子善女人的条件你才有资格入佛门去拜佛做老师，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入佛门先打基础，那是打做佛做菩萨的基础做佛做菩萨的基础是三规众戒威仪这是人天师范天人师我们这些年来常常呢引用北京师范大学的也算是校训学为人师，行为师范你总得是给社会大众给天人呢做一个好样子好榜样这才是佛弟子所以你一定要重视戒律，所以他这个第二福那就是讲戒律，第三福从戒律上提升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种向上提升，没有戒律就提不上去没有法子向上提升。向上提升第一个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一定要发普度众生的心普度众生
我们今天讲白一点，三福前面两条，说实在话的，是教我们学谦卑。到第三条发菩提心，就是要我们学习敬爱众生，尊重众生啊，一切众生我们要尊重啊，关怀众生，照顾众生，帮助众生，帮助的什么？终极的目标，帮助他破迷开悟，这是佛法啊！破迷开悟之后，自然就离苦得乐了。乐是从悟来的，觉悟就快乐啊。苦是从迷来的啊，所以一定啊要帮助他破迷开悟啊，这才真正来解决问题啊。那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活得很苦啊。啊，其实科学技术发达，带给我们生活许许多多的便利。如果我们没有贪心，没有嗔恚，啊，不迷在这个科技、物质文明上，你的生活就会非常快乐，啊，非常自在。所以苦跟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啊，换一句话说，苦乐都是自己找来的，可不能怪别人。你喜欢过快乐的日子，很简单；你喜欢过痛苦的日子呢，你就去跟人竞争，哎呦，真的焦头烂额，那是真苦。啊，你不跟人竞争呢，你就很快乐。所以这个讲到了，就讲到教育。你看看今天这个教育啊，我曾经跟美国一位大学教授，也是很有声望地位的一位教授，有一天在一起吃饭啊，我们坐在一起，我就问他，我说美国的教育，因为在学校里，在大学里遇到的，我说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叫竞争？他说是啊，啊，小学、中学，通通都叫竞争。我说竞争在升级，你知道是什么？他没想到我问他这一句，啊，他就看着我，我说。竞争升级就是斗争啊，斗争再升级就是战争啊。那么现在战争爆发是核武生化了，那就是地球的毁灭啊！我说这个教育从小就叫竞争的，死路一条，人过得多苦啊！一生生活在竞争当中，他哪有快乐啊？整个精神头脑都麻痹了，这一麻痹智慧没有了啊！人活在世间呢，像个机械一样啊，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啊？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学校学生自杀啊，有人看到是问题，我看到很平常啊。为什么？这种教育造成的后果啊。所以我说东方教育啊，那中国古老的教育不是现在，现在也叫竞争了，这麻烦也来了啊。中国传统的教育从小孩啊，不是叫竞争，叫让啊，叫礼让啊，
还不是仁让，比仁让还要高一级，从小就叫礼让啊。那么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孔融四岁让礼，他懂得了，四岁小孩他晓得小人吃小的大人吃大的，把大的礼让给别人让给哥哥，自己也小的所以人人都懂得礼让，天下太平社会和睦不会有恐怖分子不会发生冲突彼此相敬相让现在人受的教育彼此怀疑这个教育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第一个就教人不要相信人，这个问题很严重你说你是好人，要拿出证明，证明你是个好人，证明你不是个坏人，那证明是可以造伪的，可以造假的，你怎么能知道哪个是好人呢那中国传统几千年五千年传统教育没有这个观念总认为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是坏人就是坏人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是坏人，要不然他都是好人为什么呢？老祖这么教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没有一个坏人这个给现代这个西方教育的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个爱的教育是从内心的真诚的爱在教学里头发扬光大，跟佛法完全相应你为什么要爱一切众生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你为什么有这种观念，你为什么爱一切众生明心见性之后像六祖能大师为我们说出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我们自性，心性是变的，那跟我是一体，他怎么会不爱呢所以爱一切众生呢是这么一个道理你不承认万法跟自己是一体，你就没有爱心，你承认了万法跟自己是一体，爱心就现前了所以爱心变法界，善意满娑婆，你说他怎么不快乐呢天上人间呢，还有哪一个比他更快乐的所以现在还在迷，还没有认识这个事实真相还没有觉悟，已经觉悟的人，已经明白的人，就有义务有责任去帮助他破迷开悟好好的去教导他教导他自己先要做一个好样子做给他看让他受感动这是佛家教学不招生的只问来学未闻往教那怎样招生呢自己这个样子就是招生做出样子给你看看的时候看你这么快乐这么幸福这么美满他就向你来请教他来请教了你就教他他来他就
容易接受啊！啊，自己一定要做出样子。第一个样子，快乐的样子。啊，这个很重要啊！啊，幸福的样子，决定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啊，你看这个算命看相的人常说，相随心转啊。你自己修学的功夫是瞒不住人的，通通在你相貌啊表现出来了，在你身体上表现出来了，体质啊，你心底慈悲，你现的相就慈悲；你心底清净，你的相貌就清净，这一看就知道啊。啊，清净慈悲，你身体一定非常健康，绝对没有毛病。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修身的。啊，儒家也懂得这个道理呀。啊，虽然他不念佛，他真正能做到修身齐家，他临终也是预知时至。啊，也能做到没有病苦，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他虽然预知时至，他不会到三途，他是往上面去。啊，欲界天、色界天，他往这上面去。啊，他也非常自在，啊，也非常的欢喜。啊，他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这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有六道轮回，啊，他不知道。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人身闻佛法，非常幸运的。啊，能够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大臣，啊，遇到敬宗，尤其是难能可贵。我们一定要抓住，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有成就啊，要依照依教奉行，最重要的就是基本的学习啊，儒释道三个根本的学习要非常认真努力啊。也有不少同学问我，他儒释道这三个根本我做到了以后怎么办？啊，那以后的办法太多啊，决定能够满足你的愿望无论你从事于哪一种学术的修学，你都会拿到最好的成绩。无论你从事哪一种行业，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定做得比别人成功。啊，这是讲时间的。啊，你会做得很好啊。啊，为什么呢？家和万事兴，这三个基础做到之后啊，决定是家和。啊，你的公司行号那是一家了啊，一家和睦啊，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在处世间法啊，或者是做学术、做学问。啊，那你就要懂得我这个基础巩固啊，扎实专攻一门啊，学儒我专攻论语啊，我一生不求别的，就读这一部书，你读十年，你读二十年，通了啊，
通是什么呢？这一步通了，其他的心也通了，啊，至少儒家讲的四书五经十三经全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在佛法里，无论学哪个宗派，也是学一部经，啊，《金刚经》也好，《无量寿经》也好，啊，功夫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通了。这一通呢，啊，佛家里的所有经典都通了。为什么？一门深入啊，它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遵守佛祖教给我们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就是持戒嘛。啊，我遵守啊佛祖的教诲嘛。一门心无二用，啊，一门是修定呐，一切时一切处。你所想的就是这一部经里面的东西，啊，所以他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开了，啊，所以豁然大悟，他就通了。智慧开了之后，才可以涉猎一切法门。智慧没有开，不可以。只能学一门。